昆仑千面里面，关着一个狠角色，已经有数百年之久了。是什么狠角色啊？妖族大帝。可是，妖族大帝不是在五百年前仙妖大战之时，就被一举消灭了吗？当年虽然本王打败了妖族大帝。 可是妖族大帝并没有从此被消灭，他只是中了太乙真人的阵法，被囚禁在昆仑仙院。所以，为什么太乙真人必须无时无刻地镇守在昆仑仙院里？大王，那若是妖族的残兵败将找上门来，这太乙真人该如何应对啊？正因如此，我才派水精灵。 暗中保护龙儿的安全。雨仙，此事颇为重要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妖族余孽蠢蠢欲动，切莫将此事说与他人。臣妾明白，大王您放心。只是，那昆仑仙院危机四伏，路途遥远，不如让丑宰相宋公主一程，这样臣妾也好放心啊。大王意下如何？ 说的有理，那你就代本王叮嘱一下丑宰相吧。是。父王，五百年了，女儿终于知道您的下落。 公主，公主，他们想，我们先走，回去想办法。走，公主，太乙。
大王怎么能直呼其名呢？你应该称他为老丈人。想当年，你们耍诡计将我打败，没想到今日本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制服。妖族的奸细，孙本王瞎了眼。今日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，500年来刻骨铭心的痛苦，本王都会一一奉还给你。